给大家介绍三位小朋友，他们叫王宇佳、左章和吴母野。这三个孩子是从中国许许多多学钢琴的孩子当中涌现出来的很有才能、成绩比较突出的孩子。他们年龄很小，左章只有10岁，王宇佳和吴母野才12岁。但是他们所演奏的曲目已经是钢琴文献当中的大名曲，而且他们演奏的水平应该说还是非常好的。他们不仅在技巧上熟练，在音乐表现方面也是非常动人、有说服力的。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的钢琴老师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们的家长也很辛苦，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己懂得刻苦的学习，才能取得今天的成绩。但是他们所走的路才是万里长城的第一步，在他们面前的旅程还很长，所以我希望他们继续努力，刻苦钻研，为达到更高的艺术成就而努力。今天的演奏是他们少年时代的一次记录，我希望在他们青年时代和成为钢琴家的时候，也有更多更多的更优秀的演奏记录。
Thank you.